年我们还会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，进一步扩大开放。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，环境会越来越好，服务会越来越优。开放的中国，发展的中国，欢迎大家来投资兴业。我知道在美国国内啊，这几年有人在炒作中美两国脱钩的论调，有烧还比较热，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种炒作当中真正受益。据中方统计啊，去年中美的贸易额已经高达近7600亿美元，再创历史新高。中美经济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彼此都从对方的发展当中受益。我去年很长时间是在上海工作，那里有7万多家外资企业，因此我也有很多的机会与包括美资在内的外企的高管接触交流。他们都给我说看好上海，看好中国，世界应该合作。这些都表明中美可以合作，应该合作，中美合作大有可为，唯独打压对谁都没好处。